学这边。一碰就疼。这里啊。这边。先给你修这边。不行。哇，卷的好厉害，你这个，把肉，把肉都，卷起来，肉卷起来了。修脚啊。嗯。等一下啊。干净，特别干净。这边疼是吧？这边疼。对。哎，大姐讲的，就是提了加，有的加盐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看。你看。那你这？人家修几次了？你这，你来看一下，脚麻烦啊。是的，咱俩。别动。人家紧，我给他整个扒了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时间太长了。麻烦他啊。上一个月自己剪。剪了一个枝留在这里面，然后这一个月把这个肉都戳破了，引起发炎了。你这修过立马就不疼，哇，这边严重。剪过了，我一个疤以后又把它疤整掉了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还有几啊？还有啊，不知道吗？这里面很大一个几啊，待会儿就出来。我给你便宜点吧，这个贵。马上一会儿就好，再忍一下，修过立马不疼，时间太长了。这是个小息肉肉丸。我修过有没有哈？那你2块钱包在脚都修一下。没收修一下都给，你抱着吧。脚抱了。你那个都给你抱。那个也用吗？你把它脚再修一下。我看看。没有，有一年这个脚也要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像这种鸟啊，八月。我收一点。多修一点。多修一个红肿，就一个。就一个月。一个时间。然后这个。算了，这个一共就两万。再给你修一下，两个月它都不会疼了。两三个月都不会疼了，但是呢，你最好一个月，最好一个月修一下啊，时间不要长。对，一个月修一下就行。没什么反应了吧？都给你修一点是吧？看啊。能修能修的都给你修掉。前面长度修掉就行，不用不收钱。好，就靠一下就行。我那天穿修过没多长时间。啊，把前面所有的修掉。
特别干净。没有啦。你这个地方是都有一点发炎了，这个地方。你还动那个脚步？有一点。他直接给他讲成碎，碎了什么？卷卷的太厉害了，哎，那很干净，特别干净的师傅，一点都没有。你能多久来一次呀？我。这个不大行。两个月。两个月。两个月应该可以不大行。啊，那你就自己不要讲了，两个月过来行。你这只要连在皮上呢，哎，我去，连在皮上呢，别动了。就有一点突然。突然也疼了是吧？对。我这每次来的时候都在那里。都在这里是吧？对。就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我知道，那里有皮，就这里疼的，对，知道。就这里我知道，我看还有没有皮，弄干净，没有，特别干净。这不得要一到两个月再来换，啊，一个月或者两个月，到时候我会叫你的啊。需不需要点？需不需要三棉花？要点一个，一会儿点棉花就行。啊？又在那，又是哪个？没有啊。这个贴了比头一次要那个一点。